个的话它是两穿，它可以当外套也可以当上衣。海外的粉丝或是比较怕热的粉丝、嗯、你放心，它不是很厚的那一种，它没有在做什么内里，它就单块布料，它的料子不是棉料，它其实就是有点小毛呢的料子。对，小毛呢，所谓的棉料应该是就是像 T 恤那种料，它不是棉料，但是它也是不会刺痒的。而且它的长度我觉得刚好，它算是有一点微短版，是你们当成外套也可以，而且这样穿起来的话更有腰线。小安就是今年最流行的奶茶色，比较嫩嫩的气质型的，然后我身上就是经典的黑色，带有非常有气质的珍珠的扣环。再来，它其实这边有做一个夹口袋，让你有一个小造型存在。我觉得这个上衣遇到最多问题的，我稍微来讲一下，就是很多粉丝会问说会不会不好活动，会不会很刺？既然敢推荐给大家，就是一定非常舒适，而且呢是大家很能驾驭、比较简单版型的。其实我们的袖子是做很基本的短袖，所以它没有太浮夸的一个造型。你看一下大家最害怕的夹口跟胸围，其实这边我们都有放宽，我觉得扣起来它就是很有那种小香风的气场。可以搭一些黑宽裤啊，或者是长裤、短裤、上班族的裤子，或是你们自己上班族的黑裙，我觉得搭起来都很棒哦。